所以他在强调这个层面的时候呢，就已经凸显这种东西。那完全竞争场上的商品不会去凸显吗？好，我举个例子，同学听一下啊。比如说，多数人应该吃过、买过红豆饼嘛。红豆饼在卖的时候，老板会不会强调说，我这个红豆饼适合年轻人吃，我这个红豆饼适合老年人吃？不会哦，他就不会强调这个，他只会说他东西好吃。那好吃呢？每个人所谓的好吃跟没有好吃，就强调是好吃，然后只是要便宜这样而已。他不会想说，我的红豆饼专给那些的老饼，好，这个老的这个有骨质疏松，不会想要这种东西嘛？啊，他只会想说我的东西好吃，然后一定是卫生的这样对吗？那这个是卫生对每个人，每个都可以要卫生的，然后好吃的嘛？好，所以这边有明确，但垄断之间就会凸显它的这个特性，这种差别的所在。好，这是厂商数量，我们来看这个第二点，产品同质跟异质。好，这个名称比较奇特啊。什么叫做同质跟异质？好，同质异质指的是说，好，它不是说不同类型嘛。好，放在这个同质异质那边，你可以注意一下，不是指同类型或不同类型商品，不是指同类型或是不同类型商品。好，不是指同类型或是不同类型商品。也就是说，所谓同质异质是强调它的那个产品的差异性，就是同类产品，但是强调差异性。好，讲一个概念啊，比如说车子啊，好，比如说车子，可能你要买摩托车、买汽车来讲，你买小型车跟买比较大的车，比如说买1000cc 的、2000cc 的车，一样可以开啊，一样可以开，一样可以从你家里开到学校，开到你的工作场所。可是这个是所谓同类型，都叫做车子。都所谓汽车，当然这个轿车跟卡车当然是不同类型啊，因为用途完全不一样啊。你不会说平常会开大车来上学，为什么也是开卡车来上学？基本上没有，因为那是工程用的嘛，或载货用，所以那个一定是不同类型。那什么叫做同类型、不同性质呢？啊，比如说这个他会强调说，啊，车子里面它一样，你不管开1200、1500、2000cc、3000cc 的来，都可以来上课来上学。那停车格基本上都停得下去，可是呢，他会标榜说可能省油不省油，或者说它这个空间大小不一样，或者说好适合怎么样，比较可以载比较多人等等啊，或者比较可以修理，或者说偏一般的那个小型房车。那这是它的实方面的差别哦。就像我刚才说，举例这种牛奶呢，它同样是牛奶，那对我们一般人来讲，我们可不可以喝？我们成人可不可以去喝那个适合说儿童喝的牛奶一样可以吗？能不能去喝那些所谓的银发族的牛奶也是可以，那喝了会不会对身体有什么影响？其实不会，只是因为他强调说他的营养素不太一样，适合不同的年龄层而已。所以这个叫做同食品啊，那个性质的差别。最后在这个十方面写一个是性质的差别，它不是指品质啊，它指的是那种属性性质的差别，它不是说东西好坏那种品质啊，它说的是那种属性跟性质。我再想一想，就像那个牛奶粉一样啊，它可能是适合比较属于儿童的，适合成年人，适合老年人，然后是说那种洗发精会强调说适合那种头发比较低，或者说这个比较油性的。但是呢，基本上你用这些洗发精来讲，对你的头发不会说它有加一些不当的化学成分，否则基本上我用的也不会就会造成你头发上的这破坏等等。但是那个果效就不一样了，比如说你。是属于比较油性的，那用一些比较适合油性的洗发精效果比较好。好，那如果说你的头发比较紧致，你要让它柔软一点，要用一些这种强调那个产品，所以那是所谓属性的概念。好，这样我们比较好理解这个。所以它不是指不同类型，是那个同类型，但是在指性质跟属性上有些差异，这是第二点。第三个呢？